情期待，然后呢多透露什么？会拉，对，因为我对这个我当然会很敏感，因为就是在因为学校会拉小提琴，对我大学心里也会拉，但没有像你这样，但我大学主修古典钢琴，然后也是副修小提琴，是，然后因为我手指断了，我就没有再拉了，然后每次这样按都会痛，但我还是很欣赏，就是很有音乐才华的人，会让我想起在大学时候，我常常会帮小提琴手伴奏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就是弹奏，演出，所以我就会特别去关注他，注意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后台有聊一下，然后。我不知道他的背景，他没有跟我说他是 Julia 什么的，而且还是全额奖学金的人哦。好，算了，对。我刚刚想说，哎，我好像也是，但我不是 Julia， 我是德州大学，感觉你这样就掉到这边来了。两位到底是不是好感情呢？他们 pose 的亲密度应该可以窥之一二。刚刚 Kevin 说的，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啊，对他变得乱七八糟。待会来问问哦，吃香吗？对，我觉得反而女艺人我会比较担心。就是我有一些妹妹，就是我可能好的姐妹，她们想要出道，我会特别照顾她们，说哎，可能有东西要注意，因为女生比较辛苦的地方在哪里？身体上需要特别照顾。快点给她，快点给她几个提点，这样。然后翻白眼了。我觉得 for you， 对啊，我觉得你很 OK， 就是我觉得。想要把古典啊混搭流行，然后我觉得拿捏那个 balance 很难，但我觉得他做得很好，而且他小提琴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厉害。相信刚刚开场的爱上陌生人已经真的把他都给圈粉了，都非常喜欢。对啊，今天不仅要来给他接，你还带了礼物要送给他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来我们这个香吉士，相信呢啊，我们先看一下正中央，好，没关系，先这边，然后我们再把视线慢慢的移向右。